现在心脏病。心脏病啊？对啊。心脏病怎么玩？心脏病就是数一二三四五啊。听到他自己。数到牌，你就要拍下去啊。数就是你翻出来。对，就是大家轮流翻。不会。这个有。等一下，等我发完。哦，好。等一下，等我发完之后再解释给展元听一下。通通都要发完。对，全部都要发完，然后不能看牌。那你找一张。那就全部不能，就大家不能看牌，不能看牌，然后这样翻，感觉好手脏哦。翻，比如说我说一，你就二，你就三，然后如果唐唐刚好是三，就要去抢这张。哦、oh, okay.。然后最后一个人的牌会越来越多。之前还有加一减一的。对。哎、欸，那输的要干嘛？输的要干嘛？输的又要干嘛？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正就赢的拿这个是，可是心脏病很难看到谁赢谁输啊。心脏病应该就是牌打一下好了。你们直接打我。打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玩心脏病。打一场就好玩心脏病。我玩啊，我玩，我跟你们玩。我不会，因为我很慢、啊。谁先开始？杰林先开始。好啊，一。哎、欸，但我总共才十三呢。对啊，总共，然后再跳回一啊。好、哦，再跳回一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那也不能误打，对不对？七。哎，这要手拿起来吗？看你家方便啦。重来，不行了，重来，一定要重来。这是什么？你要打过一次，真的吗？你要跟我们一样很顺哦。所以我现在要八，对，八、九、十。好痛哦，手很痛。你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喜欢是不是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哎，玩这个真的不能有留指甲，很痛。对，就被牙甲因为我不喜欢被打，也不喜欢打人，所以我们说啊，这边放上去，然后帮大家收牌，我就太难了。就是一个参与感低的。然后小时候我家人都会跟我说，哇，你钱好多，我说对啊，钱好多，所以就很开心嘛。对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我肌腱炎，我有两张，我要脱手了。不知道，我有两张耶。谢谢，赶紧好谁？哦，我不听完呐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一呀！你拿走了，我不管。我不想玩，给你玩。那个换那个。